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Jacob Stace。Yo， 各位知道我刚刚在干嘛吗？没错，这就是所谓猜猜我是谁的游戏。通常这个游戏呢，不是一个人玩，而是会有另外一个人从背后遮住你的眼睛，然后问你猜猜我是谁。是的，这就是一个放闪的行为。通常你要有另外一半，或者是有对象，或者是有妹妹。但是醒醒吧，你没有妹妹。总而言之，这一定是两个人才有办法玩的游戏。而我昨天在睡觉之前呢，突然想到了，就算你没有另外一半，没有对象，也没有妹妹，也可以实践这个游戏的方法。就让我来把这个方法教给大家。首先呢，你要请别人帮你拍一张遮眼睛的照片，接着进入 Photoshop 去背，记得只要把手剪下来就好。好，我们已经成功的把手去背出来了，接下来我们就去把手彩色影印出来吧。印好之后就把它剪下来吧。我们现在把手的图案剪下来了，接下来就是把它贴到眼罩上。粘上去之后，猜猜我是谁眼罩就完成了。接着呢，就把眼罩戴起来，然后开始想象你喜欢的人在跟你说：“这大概是我这一年以来拍过最寂寞的影片了吧。好实用。好，那这次影片就先到这边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请订阅我的频道。那我每天都会更新影片，只是上传时间早晚的问题而已。谢谢大家，我是谢克斯，拜拜。